电路板是电子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电子元器件的支撑件，也是连接的载体。电子产品需求量增长，给电路板行业提高需求，因此对质量要求也提高。使用手持三维扫描仪，携带精细模式，不仅扫描速度快，而且获取数据精度高，得到直观三维检测数据。随着平板电脑热度的升温，不同行业厂商加入平板电脑产业中，通过三维扫描仪可获取电脑外壳高精度三维数据，建立电脑外壳三维数模，用来改型以及后续品质检测与质量控制。随着智能手机市场的迅速崛起，消费者对于智能手机的品质、外观要求越来越高，手机生产完全依靠人工检测远不能满足生产的要求，需要借助其他的技术来提高生产效率。华朗三维结合多年三维扫描经验，提供高精度三维检测方案，得到检测对比分析报告，推动产业升级。空调生产过程需要对各个零部件进行质量检测，生产质量不过关，会延误空调组装生产，降低生产效率，影响效益。因此需要三维扫描获取高精度数据，进行质量检测以及再次设计开发。三维扫描获取数据具有立体感，适用于在网络上进行展示，能直观便捷全方位浏览商品，了解产品信息。汽车线路三维扫描为后续的逆向设计以及三维检测提供数据支持。华朗三维20余年三维扫描经验，欢迎咨询加入我们。